居然吞掉了哪吒的火焰。妖妹，对手太强大了，一会儿一定要跟紧我。果然是三昧真火，哎，可惜还不够精纯。哼，你想要就给你来点纯的。哼，哦，有点意思，让我看看你有什么本事。身手不错，就这样吗？少得意。该结束了。哪吒！去！这家伙不是坏人，我还等他教我制造巨匠呢。他是先度过眼前这关吧。素昧平生却肯冒险相救，没想到小小年纪竟有如此气魄，他日必是苍生之福啊。有意思，有意思，自顾不暇还想着救人。怎么办？根本伤不了这家伙。哪吒，我们遇到过那么多危险，不都闯过来了吗？我们帮你。对，我们先一起消耗他。你们要小心，拖住他就行了。嗯，是。上。嘿，还有我。别动！哼，不自量力！孽障，拿命来！就是东海之人，是龙，不是蛟龙。青狐族，你那点低劣的血脉，竟敢在龙族面前放肆，不觉得可笑吗？你有什么了不起？不过是条蛟龙而已，等你成了真龙再来说这话吧。大胆！你的血脉会被他的龙族血脉给压制住，快躲起来。东海好大的威风啊，勾结天妖，迫害散仙，追杀凡人，天庭没人管了吗？你是什么人？大禹坐骑，神马水上飞。你还活着？大禹在哪里？主人早已修成正果。哦，是吗？那你想怎样？速速离开此地，否则我定要告上天庭，讨个公道。天庭公道？
居然还有人指望那个残破的天庭。公道，这个天下谁有实力谁就有公道，是吗？嗯。哪吒，哪吒对身心合一境界的控制越来越熟练了，把它交给我。有点意思了。少废话，我来告诉你什么是公道。就是现在。不好，成了。没那么简单。哪吒不会输的。好精纯的三昧真火、你怎么，你以为凭你这么点道行就能伤得了我？玩也玩够了，该我了。给我破、还没完。哪吒，我说了，你们一个也别想走。嗯，休休想伤我朋友。真火之人，哪吒他三昧真火本就不死不灭，再重的伤势这真火之源都可以治愈。三昧真火居然如此强大，也许可以逼退鳌霸。鳌霸绝对不会放过哪吒了。真火之源居然藏在你的体内，且慢。暂时休战如何？你在打什么主意？不，我想跟你做个交易。你体内的真火之源最多还能发动两次攻击，之后就会能量耗竭，直到吸取足够的天地灵气才能再次激发，对吗？你怎么知道？只有两次攻击，你认为你有胜算吗？只要你肯把体内的真火之源交给我，我就放过你们。前辈，这个家伙要哪吒的真火之源做什么？这鳌霸还是蛟龙之身，如果能用真火之源来淬炼蛟珠，化为真龙将指日可待。这哪吒不能给他，这家伙化成真龙就更难对付了。多嘴。妖妹。好，先让我朋友离开，否则，哼，你永远也休想得到真火。爽快，成交。我去搬酒瓶。放我下去，快放我下去。哪吒就算交出了真火之源，那个坏家伙也不会放过他的。前辈，我们不能丢下哪吒。保证你们的安全就是对他的帮助。你的朋友已经走远了，该你了。接着。我终于可以迈过那道鸿沟，成为真龙了。快跑！换阵！好你个青狐族！哪吒，你敢骗我？天涯海角，我要抓到你！